一些 APP 在这里的，然后我们试着来拍一个这个北京市的著名的大桥监控系统，然后就是四通桥之后都有的，然后我们看会发生什么。来，我现在打开相机，但我可能有点反光，大家注意啊，我手一直是没有按电源键的，大家看它自己会干嘛啊。哎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手一直没有按电源键，它自动给我关机了。然后我们待会开开机，它相册里还有没有那两张照片啊？就大概八秒钟的时间，它就自动给你关机。这还是老款的安卓，运行器比较慢的，而且是在连了 VPN 的情况下，我而且是关了位置设置，它还是能识别。咱们来看一下开机之后是什么情况啊？开机啊，来咱们看一下哦， battery is empty， 就告诉我电池，刚刚电池还是有电的，突然一下电池就变成没电的了。咱们看一下啊，第一张图片就不见了，这就是我刚才弄的第一张图片，然后现在我手机就直接没了，刚才还是有电的，现在就直接没了。